启蒙的沙娜，分校队的麦老爷，马克赛尔，别哈尔战队的汉吉。打个人比赛的话，胜负只能靠自己，但打战队联赛的话，你有很多可靠的一些伙伴。我们只要能拿一小分，第一就可以帮我们拿两个小分，我们就赢了呀。X Team 有一个很强的 BU 嘛，是韩国人。한번꼽자면 IG 팀의진선수하고맥세드선수이두명이요我觉得我们的实力的话是最强的吧。面对不同的对手，你可能要选择有不同的战术以及不同的打法，也随机应变的因素可能会高一点。个人赛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自己的输赢啊，战队联赛就要考虑到团队上的问题。战队荣耀比个人荣耀更重要，如果赢了的话我们觉得后面就好打很多，如果输了的话就再见了。既然来了是吧，就干起来，管他是谁，非赢不可。 SL Fighting。就是由 New TV 为您全程直播的 SL 星际争霸二，战队联赛的比赛现场。大家晚上好，我是 Wild 姐 Juicy。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12月27号的晚上，我们将会在上海经典城市广场，所有的选手呢将会齐聚一堂，为大家带来展开三天、每天四场 BO3 的精彩对抗。那么最终夺冠的队伍呢，将会获得人民币40,000元的奖励。那么在今天 SL 星际争霸二战队联赛线下赛呢即将拉开帷幕，那么我们将会通过一方拿到3个小场胜利及获胜的评判方式，那么如果打平呢，则需要通过 ACE 战来决出最后的胜者。当然，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线下的观众朋友们呢，除了可以享受到我们非常精彩的赛事之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Guest Winner 竞猜环节，将你的一票投入到你所支持的选手的竞猜箱中。在我们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抽取5名幸运观众，收获我们今天非常精美的礼品，也就是雷蛇加长细面鼠标垫。没错，那么相信现在双方的选手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今天呢要给我们带来的一场精彩对决队伍，双方呢分别是X Team 战队以及 Braveheart， 大赛一触即发，双方战队的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期待选手们今天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吧。你们准备好了吗？人家精彩，这里是由 New TV 为你带来的 SL 星际争霸职业联赛的线下总决赛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色，我是麦老爷啊，在这里也是特别祝大家圣诞快乐，简直是圣诞节。对的。那斗鱼直播平台的话，也是有圣诞节的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去参与一下。那今天我们两个也是戴了一个圣诞帽啊，大家其实线下总决赛应该算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比赛，但是我们想把氛围搞得轻松一点啊，所以说大家就娱乐娱乐。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常规赛当中的。第三名和第四名进行一个挑战，然后胜者将去挑战第二名雷锋战队。那第三名是 X Team 战队，第四名是 B Heart 战队，在常规赛当中是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对啊，可以说第三名的话，应该说第四名那个 B Heart 战队在一上来就给我们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对啊，非常非常亮眼，一度曾经到常规赛第二名。我们先看一下战队积分榜。战队积分的话，一上来是这个。22分他们拿到了， IG 是拿到了28分，是常规赛的第一名，然后雷锋战队是26分， X Team 是24分，然后 B Heart 战队是22分。 B Heart 战队可以说是在中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后期好像有些乏力，所以说没有冲到前面的位置去。而这个 X Team 应该是在下半赛季的时候，下半赛季的时候，因为引入了这个硬和鼻晕两位人族大将之后的话， X Team 是一路冲到了第三名，从倒数第二冲到了第三名，非常非常强大。对，然后我看了一下 IG 战队是在整个常规赛当中未尝一败，他们虽然拿了一个7个平局，但是未尝一败。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常规赛的成绩。而雷锋战队几乎是由全外援组成的一支战队了，整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拿到了常规赛的第二名。雷锋战队其实有点可惜的，就在下半赛季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反超 IG 的，是的，只是可能是因为中间也是有一些队员的一个离队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今天我们看看排阵啊，双方也是一个盲排，最终排出来是执政官的 F91 加 YQY， 要对阵的是解释，阿罗哈要对阵的是碳基，鼻晕要对阵的是基尔和范和兜兜，然后最后是轨迹要对阵的是沙娜。这个排阵排出来之后的话， X Team 这边是感觉是排到了最好的一个对阵的，是的，他们相当于把两个下等嘛，对，排到了对手神族双子星。你的意思就是上来两个就是下等马了？对啊，那对，你说的对，不错。想看九幺哥跟杨总，对，阿罗哈的话在联赛当中的胜率其实并不是很高。我只能说 F91 的心理战真的有点好，对，特别是在排阵上面真的有点强。应该说这个牌阵应该是 X Team 能够拿出的最好的牌了。对的，这边画面当中的就是孙一峰 F91， 是F91。好，我们看一下他在虚空之翼 SL 虚空之翼的胜率是4-7，他竟然赢了四盘。对啊，他到底执政官赢过一 v 赢过土豆明明皇。哦，有点道理，突然一下觉得他好像赢了四盘，让我有点意外，你知道吗？好，而他旁边的杨总 YQY 啊，当年也是一位职业选手，现在应该是某手游公司高管。对，某手游公司高管，那现在也是趁着这个圣诞节啊，请假从成都过来，然后参加这一次的战队赛的一个比赛啊。他跟孙一峰可以说是两个都是超过30岁的老将的。对，两个人今天要挑战解释，我觉得挺难打的。对，即便他们两个一起打都挺难打的。主要是我就想到碧云在接到碧云接机的时候，碧云去问 Y74， 问他，他说我们这边有两个老将，九幺 YHY 好像都是老将，然后Aloha 好像最近状态不好，莎娜又是个炉石选手，怎么办对吧？怎么办？谁能帮我打到 Ace 战？就很惨。好，这边画面当中就解释现在中国最强的神族选手之一。说实话 ，Behat 战队这个神族双子星啊，现在看来在职业联赛当中的确很强。是的，两个人其实，在职业联赛当中拿分都拿得很多，特别是我觉得另外一位选手碳基，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胜率，胜率高达82%。解释可能在那个常规赛的胜率不算很高，但是他可能会成为季后赛的一个关键选手，因为他可以面对中国任何一名职业选手，他都有可能拿到比赛的胜率，他至少是5-5。对，所以说我觉得解释应该算皮哈特战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选手。对的，今天的比赛我们来看看地图的一个搬选情况啊。解释是搬掉了中心协议和莱瑞拉克之冠两张神族并不好打的地图，而 F91 啊直接搬到两张内双图。对，穆萨之塔和环谷新港，最后的地图是皮昂台地、斯拉斯废墟和乌雷纳。我觉得 F91 放出了，至少从地图上来说的话几乎是至少拿一分，我个人觉得对，至少是全是一个优势图啊。对吧，就即便是最后一张乌雷纳，对，可能虫族选手觉得不好打，但神族选手也觉得不好打。对的，好，我们先看一下皮昂台地。皮昂台地是一张两人地图，然后有6片黄金矿，其实相当于每个人有3片黄金矿。对，我觉得这张地图其实对于虫族来说就是大优图。对对，上来两个黄金矿。然后神族而言就无法阻止虫族裸三，然后自己也不能第一时间把黄金矿顶起来。F91 今天竟然把自己键盘都带过来了。我很少看他出来打比赛自己带装备的。是的，因为一般来说 F91出来打就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就在那里晃两下就打起来了，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视，因为今天输了就直接被淘汰了。是的，然后这边解释也非常担心啊，因为毕竟自己知道自己的战队，就如果他这一方拿不下的话，很有可能自己战队就会被直接淘汰。对，因为他如果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都失利的话，这等于对方的下等马泡掉了他的上等马。那这场比赛包括后面的逼晕因上场之后，其实对于 X Team 这边来说的话，更多的想法是拖入 Ace 战。对，对吧？只要能够常规前面的4场比赛拿到2分，虽然 Ace 战是一个波一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以逼晕的实力，你要在 Ace 战当中击败他还是挺难的，对吧？所以说前面的包括 Aloha 的第二场比赛，我相信 X Team 这边也是做好了很多很多的准备要拼掉对方是的一名选手。而对于这个 BH 的战队来说的话，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他们肯定是有过更多的一个战术安排，他们想的肯定是第一场和第二场稳稳的拿下，对，拿下之后再说。这边我们还需要选手们再进行一些准备啊。
看得出来解释也挺紧张的，因为要一 v 二啊。对啊，一 v 二，毕竟面对，尤其是在这三张劣势地图当中，也可以知道我们九儿哥还有杨总都是属于战术型选手。对，就可能跟他平时天梯搜到的对手并不一样。对，不过好在这个比赛是一个波三的比赛，所以说解释还输得起，就是如果第一场比赛输了还输得起。是的，啊，他只要稳定住自己的实力的一个发挥，我觉得按解释的实力来说，赢九瑶和 YY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对的，虽然赛前 F 九瑶跟我讲了无数的他内心的战术，包括 YY 也给我讲了一招传说中的炸金花战术。是的，但是很厉害啊！他赛前我已经感受过，我跟他前面练了一盘。对，但我他赛前已经想了很多战术。好的，这边选手们都是准备完毕，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一场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场比赛，首先看一下出生点位吧。出生在左下方蓝色的重组是来自于 X Team 战队 F91 和 YHY。 好，另一边出生在右上方红色的神组是来自于 BHard 战队的解释。对， F91 一上来就使出了聊天流。聊天流啊，这个比赛这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喷？对啊，啊，这个两个人打一个人啊，所以说可以上来有一个人可以解放出自己的双手开始喷起来啊。这个俗话说的一打一喷。对，但结果没想到 X Team 这边两位老将同时一起喷起来了。没想到一个是黄忠，难道另一个是炎炎吗？好，这边 F91 率先探路啊，他也是希望第一时间确认解释的一个开局。啊，这边应该是一个裸三开。对，然后他先探路，他先探路，看一眼什么情况，先裸一个黄金矿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再拉一个农民出来。他如果是看到对方是裸双开的话，裸双的话肯定要裸三的。对，如果直接放下弃矿的话，就很应该是一个裸三。对，应该是裸两个黄金矿。那从开局来说的话，肯定是重组是属于一个赢面比较大的开局。对，因为这张图好打，就是因为两个黄金矿可以裸。对，而且又连接在一起。哎，有观众在问啊，我们这个斗鱼的弹幕我也看得到啊，这个斗鱼弹幕上在问，为什么就喷了一句就不喷呢？这不是 F 九的风格。是的呀，按道理来说 F 九应该从头喷到尾。对，对吧？当然，可能忌惮于这个是一个正式的线下的大赛啊，还是要保持一下自己的风度，保持自己的形象。如果在平时天梯上，我估计就是一直喷起来了。对的，开局上来说算双方比较平稳吧，解释也没有说上来我就针对你一个裸三黄金矿的一个打法。对，反正我就正常打。哦，这边神族好像是还是一个单兵营开局，并没有选择一个双兵营的压制。对， F91 要再次确认他，因为他要确认你是不是 BGBF。 对，如果你是 BGBF 的话， F91 还要小心一点。好，这边一个农民还在那边干扰，但是解释应该是不为所动。对，反正这个农民回去也没什么意义了，那还不如就在这上面搞搞你了。然后这边直接拖了四个农民下来踩黄金矿。对，但其实这个黄金矿有时候拖凶一点，拖六个农民就好了。这边还在二基地在进行侦查，应该要等到神族第一个单位造出来之后才会农民回家。房子这边也飞得非常的好啊，这边探机不知道会选择第一个科技是什么，他好像是加速了一个使徒，那可能要进行第一个使徒的前压。我们来看一看吧，这边哦 VS。开局还是算解释现在比较擅长的一个开局。他对 VS 的这个科技用的的确不错。是，毕竟从虚空之翼一直练到现在。对，从重新之心一直练到现在。好，一个使徒。要追这个农民也不太好追啊，就看 F 九的房子什么时候切进去。是的，好，这边看一下狗好像是续到了八条，他是准备要抓这个使徒的。好，使徒想吃这个，好甩一下那个灾群塔湾，应该他也不敢轻易的上。对，这个使徒也不去。好，使徒想往上飘，但是防得非常漂亮，应该不会飘。他看到你那么多狗的情况下直接就回去了。对的，家里面一个 VS， 我就看 F 九什么时候进去侦查呀，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赛前已经是想过这个解释会有 VS 的科技的。好，我们看一眼这边七条狗往里飞了，房子应该是能看第一，非常的到位啊！你看这个房子点的整个点位啊，就是很针对你的解释放的这个科技，就是因为看光了啊，看光了，这也打不掉。主要是因为第一时间前面只确认了你水晶的位置，所以说之后重组房子飞的位置就非常好。这边下了第二个 VS， 好像要准备打一个就羁绊看光了六脉神剑啊。这个基本上是我觉得 F91 在赛前的战术准备已经全部
全部都算到了，因为在赛前他也是知道解释是非常喜欢用那个三 vs 的一个打法的。对的。至于解法的话 ，F 九他们应该是要用那个多女王或者他是刺蛇带感染虫的一个解法，或者暴女王也可以防守。嗯。好，这边看一下第一个先知应该是他没抽不到什么东西，他没注意那个吗？嗯。F 九难道没注意双 vs 吗？应该是注意的。他应该上去看过的，对，但是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进行防守，因为神族如果要选择多 vs 多先知的进攻的话，那神他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大概在五分钟。他现在要的其实是不要解释开三基地，他们想的是你解释不能第一时间开三基地，对，等你有了足够的先知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了刺蛇来防守了。对的。好，这边又续了一个基地，甩出去了，你四基地可以甩矿上面。对啊，直接甩还矿。好，这边继续用狗压制，他就不要你开矿，说白了压得非常的凶啊。对，就看得出来赛前准备好了来打比赛，跟平时打天梯是完全不一样啊，非常针对。这边还在溜狗。哦，还是不要你开，怎么都不要你开。对，两条叉，一个先知想来帮忙，农民还是被咬掉了。他看到有先知，那直接把农民咬了，继续的搞啊。这个小狗用得非常的好。是的，现在对九幺来说是放下了刺蛇塔。那现在从科技和经济方面来说的话，又放，还要咬农民，这是第几个农民呢？第四个农民呢？看能不能拍下基地，还没拍下去，第四个农民呢？啊，这个狗溜得非常漂亮。对，这解释已经要疯了啊！解释拍下第五个农民，那第五个农民会不会被劫？再被劫的话，解释真要疯了。对，基地也没有拍，被劫了。啊，好烦，一分钟就过去了。但是这边是出去了五个先知啊。但是这边有三个防攻，每个地方有两个防攻，我觉得。时间点。有点好像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哦，不过杰士等了一会儿。是的，杰士可能操作反应慢，毕竟还在背地咬第六个农民。对，第六个农民没咬掉这个，但是 F 九的刺蛇应该刺蛇塔已经好了。对的。好，这边我们看一下防空，两个防空杰士不敢去，不敢去，不敢去，两个防空不敢去，他要找机会在其他地方去杀一杀看看，抽不到，抽不到，但到处都是两个防空啊。是的，这防守基本上是完美，只能说。现在看解释敢不敢强戳，不敢戳。好，这边已经开始在造感染，然后五个叉全压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想打一个双线。嗯，但是 F 角又爆了二十几条狗，他要再压你的基地。对，想强压，但是压不到三个水晶，压不到的。好，再咬一个农民，两个农民，这边只能说换一点农民啊，换点农民，他把你的叉子拖回去就好了。其实现在解释完全可以考虑，哎，这五个叉什么意思？不是蟑螂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蟑螂女王加那个感染虫的组合吧，但也没有再续女王。没有，他已经续了五个感染虫，他是先续，他把所有的气拿来先续感染虫，然后再续刺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应该先续刺蛇的。可能要限制一下先知走，现在先知好强抽了，这个要强抽了，先知的数量就够了。对，然后这边农民应该死票，所以我说应该先出刺蛇。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八到九个刺蛇的话，你是完全不怕这个先知强抽你 的。好，这边先抽一个基地，看看感染虫在哪里。感染虫出来也没用，现在。对，啊，抽爆一个基地，应该要走了，应该要走了。对，这就是我说的，其实他们两个在前期虽然防得那么漂亮的情况下，稍微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误，现在就看这感染虫能不能定住了。是。为什么会出蟑螂？这个是我完全没看懂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蟑螂其实哎，全中 ，nice 防爆，这边第二把定，看能不能第三把接上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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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一波遭中了。遭中了，遭中了。不过好像能逃掉一点啊。逃什么？啊，刺蛇了，刺蛇了，补刀了。这不可能让你逃的呀！那这样的话，前期你赚的那个基地，其实也全部追回来了。是的，而且反而倒是九幺跟杨总这边已经会取得一个优势了。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 F 九幺，我觉得在扩张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谁在运营啊。扩张出了挺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太急了，想打一波，但这一波是不可能打得下来的。这一波这边主要是有大量的水晶存在，所以说神族防守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你只能把它压得有点虚，但是你肯定压不死。是的。好，这边想从中间冲，但是有两个大炮台啊。双狗想，但这一波给穿进去了。看一下主矿跟二矿防守有没有？那解释有点慌啊。这个地方如果被穿了一波狗进去就麻烦了。对，家里面的农民，我们来看损失。还行，刷了点兵，因为本来上面有先知。但他这样的话，可以把你先知能量又废很多。对。好，我们看一下正面怎么办。正面这边好像被突破了。对，正面这波刺蛇，关键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后面又接了一波蟑螂。是的，这一波主要是你刺蛇有点难解决。对，你点哪根水晶我就点。好，现在来抬，看能不能解决。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感染虫，感染虫是扔蛋。扔蛋应该是没有能量，但是这波蛋扔出来了，麻烦了，解释。这边刺蛇已经刚出了。
对，后面源源不断的赶紧接过来，因为你的先知已经没了，可能解释直接要被接死，人口已经拉开了50人口差距，感觉这边三矿要掉。 F91 他们这一波 timing 抓的是非常好，关键是双线的穿的这波狗。对，解释如果黄金矿是掉的话，它的主基地的矿是干掉了。是的，这波感染虫真的蛋才是真的是最关键的。对的。 好，这边在脸上变火蟑螂。对，他这个有蛋在的情况下解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那接近1-0，恭喜一下 X Team 九幺跟杨总，九幺还摆了个造型，但这个的确是赛前他们准备的太充分了。对的，我不知道九幺跟杨总会不会使用第二招战术撩鹰腿。撩鹰腿又是什么战术？他是什么鬼？你告诉我。没有，先是炸金花，之后再来一个撩鹰腿。哦，原来还有这种战术。对啊，他第一式。对，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前这场比赛主要是前期被溜狗溜得太惨了，五个农民放不下黄金矿。是，然后其实中间 F9 他们是有失误的，就是那个基地调是有失误的，但是打到中期他们最后结束的这一下，他抓的一个 timing 抓的实在主要是那一波 nice fungal 大概放掉了6-7个先知，不止吧，估计有10个加起来10个先知。对啊，10个先知全部被打掉了。这一波对解释来说就太大了，这波损失。其实这一度中期的时候，解释是一个优势。对，他戳掉基地的时候，其实优势挺大的。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色拉斯废墟是一张4人地图，又很适合九幺的换家战术。对，色拉斯废墟这张地图对解释来说，比上一张可能还要难打呀。对，因为 F 九幺在这张地图上，整个打法可能就是以龙狗换家为主啊。这张地图主要是主矿二矿三矿四矿虽然连接在一起，但是坡口太多，然后换家的点也太多。对，对于神族而言，神族就喜欢打正面的一个种族。嗯，碰到这张地图基本上就是欲哭无泪啊。对，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到了真正的线下赛的时候，大家有准备而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整个比赛跟大家以前想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是的，解释真的是在明啊，我觉得他的所有战术可能以前都暴露的太多了。对的，而对于 F91 和 YQI 来说，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针对你解释怎么打。对，因为解释不可能去针对 F91 和 YQI， 因为他们俩的战术就没有战术，你怎么去针对呢？所以我觉得真的到线下比赛的时候，这就是线下比赛的一个魅力。所以解释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作为自己战队的核心队员最强的选手，现在直接被1-0领先啊，这个压力可能是比打个人赛的压力还要大，对吧？因为你是代表着你们整个战队嘛，你可能你如果输掉你们战队可能会陷入绝境。这个解释的心理压力可能在现在为止的话，要看看他怎么去调整一下。是的，好的，第二场比赛已经准备完毕，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首先看一下选手的出生点位。出生在右上方，蓝色的虫族是来自于 X Team 战队的 F91 和 YYQY。而另一边出现在下方红色的神族是来自于 BHA 战队的解释。嗯，这个点位对解释来说又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点位啊。嗯，一个空中近点，这张地图其实如果大家实力相当，出生在这个点位基本上神族就输了。对的，因为神族是无法在这张地图上防住双线穿狗的。嗯，一个正面的一个狗和背面的空头八条小狗，对，而且又是执政官的情况下，大家双线多线你根本没办法防的。多线进攻能力很强。对，因为这张地图是虫族在压制你双线压制你的时候，它可以肆无忌惮的运营。是的，这空中近点实在太近了。这边看一下解双方探路来说的话，解释有点悲剧啊。对，这边看他会不会做一个细节，大概在1分15秒的时候拉一个农民往上跑一下。嗯，好，看一下这边房子的反应非常，他这就看到了，他就点了下框就看到了。哎，我觉得真的他这边已经绕开了这个基地，我真天细节有点好啊。好，不过解释这边也不错，我只能说今天 F91 他们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嗯，就看到一个水晶点了一下，马上就知道你在上面采矿。对的，这个其实是星际一的细节了。嗯，我觉得 F91 在这些比赛上面的经验真的很值得选手们去学习。是的，好，这边既然已经被看到，那就直接在正面侦查。好，这边还是一个裸三之后接提速狗开局啊。对，他这个就是裸三之后的话，他抱狗的同时还可以空投八条狗，还可以运营。是的。好，这边我们再看一下神族这边是一个单兵营双开之后接 BY。 对，这边再赌一个水晶，就是防止万一路小凤。对，万一路个小凤怎么办呢？
其实解释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那么强的神族，最主要就是他在平时的一些细节操作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嗯、他愿意做其实、嗯、但解释有缺陷，就是他如果因为是不编队嘛、嗯、他不编队他这个多线有点忙不过来。嗯，上一场我们就看到其实被双线穿狗，然后正面推的时候对他压力就非常的大、嗯、好，这边一个加速还是一个还是 VS 开局，因为解释也知道如果不是 VS 开局、嗯、万一又被双线投狗怎么办。对啊，一个先知往前走，有没有再飘一轮？对，但好像 F 九他们没打算要双线投狗嘛。嗯，因为到现在为止，看他放不放 BV 啊，放 BV 的话就要双线投狗了。BV 还是没有放，感觉上来一个使徒其实也打不到什么东西啊，因为他像 F 九他们是出八条狗的选手，对吧？很难来进行啊，八条狗反应，八条狗算了呀。啊，还是想往里钻？还要往里钻吗？啊、这个只能算呢。对。他现在拿一个，你看解释其实是拿了一个使徒过去看下面有没有停房子、嗯、如果停了房子他一定要防一手。是的。哦，但这个房子停的位置有点腰、哦、有点腰还是下了 BB 下了 BB。 但是家里面好像他没有想到解释的这个 VS 会那么快啊。对，看有没有升提速吧。我房子不用提速的，他们就直接是双线的。哎哎，毒爆重潮，难道真的要用出炸金花的战术？是的。好，我这边可以能不能提前透露色走？那看大家，我觉得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好的，万一没打出来，这个就变成邪心战术了、啊。是的。好，这边再爆提速狗，应该要选择一波正面的强压。哎，感觉好像可能是这样的，他要进行正面的狗毒爆压制，然后再选择背后的。但是家里面这个先知进去了、啊嗯、麻烦了、啊、这个 F9 他们第一个先知，我们看一下要拖一下，关键看到先知了，还在续先知啊，关键还在续先知，我觉得很有机会防守住啊。好， F9 他们已经发现问题了。嗯，但是你在三矿戳，这解释什么情况？正面是被冲了吗？对，我看一下正面、哦、正面好像是压力主矿这边，对，他主矿完全就没有防守，主矿好，一个先知来进行防守，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解释的 VS 开局被破了。对，你的先知其实进去，你说跟女皇耗了那么久，哎，但是主矿这边戳了一波农民，但没能量了，没能量了。你家里面现在压力很大呀，因为双线马上对手一直在不停的进攻。是的，这边三条狗在咬了没？抽的不错啊，看一下。继续投，关键是现在两个人打一个呀、啊，他这个双线正面，哎呀，直接被撞开了。但是，哎呦，大炮来，大炮来，炸不炸？没反应，他给直接咬，解释已经反应不过来了，双线太快了，这个双线。还好，不过还好有两根水晶在续航。但是呢，你没那个呀，没能量了呀，狗现在不停的在穿，家里面还在被投狗。嗯，农民数量方面，九幺跟 YHY 是已经落后很多，现在就看解释能不能撑住熬过这一关了。对，因为第三个先知出来，甚至是能量好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熬过去的。是的，家里面我们看农民，哦，解释这个防守漂亮。对的，基本功还是强了很多、啊。对，这个防守很漂亮。嗯，现在死了12个农民，我们看农民数量，解释是38个 ，F 九他们只有20个农民，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完全可以接受。好，变了一波毒爆，他现在在赶，他想把你的农民赶上来。对，赶到二矿，二矿其实应该是有一波。啊、哦，没有变，可能是地图的关系。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解释现在，第四个先知出来了，还行。好，再出凤凰，他已经在出凤凰来驱赶那个房子。对，他要驱赶这个房子。哦，这两条狗藏得非常阴险啊。哦，这边是不停的在咬水晶，解释现在压力很大。解释必须得堵口。对，因为他现在解释到现在为止是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在运营还是在怎么样。是的，这两条狗其实应该是，哦，他可能是看到了。看到了。哇，解释这边多项防守能力很强啊，但是还是压力很大呀。你看解释现在不停的在死农民，人口还是领先，还可以接受、嗯、他现在就单矿，解释知道他只要守住他就是优势。是的，这边家里面还是很麻烦，还被掉，主要是先知的能量一直续不起来。对，好，这边看这一个毒爆，哎，这个毒爆控制住、哎、啊，看到了，没事不会死，不会死，但是看这个毒爆炸掉了这根水晶。是的，好，那这样的话解释只要守住还是优势啊、嗯、还是优势。我只能说刚才第一个先知真的是救了自己一命啊，去赶羊女王，还出了一波农民，这边还想正面破口，但正面破口的话我觉得机会不大，不好说，我觉得不好说。看大炮台妈妈船能量有多少，妈妈船解释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好像啊，来这个时候他放掉你的这个直接毒爆虫好像被侦察到了，他只能强行撞进去。对，毒爆虫撞了阿里，有这边有撞不进去、啊、立场放了，但是进去了，进了，这个口被破了、啊，这边大口被破了怎么办？那这一波农民死的可能有点伤了，先知有没有过来补一下刀？这个小狗有点多，主要是应该是家里面可能也被搞了，这个双线太快了，主矿这边看一下，解释在不停的被搞，
主矿这边还在被咬，解释已经反应不过来了，这个双线太快了。对的，农民又损失很大，我们看农民数量已经慢慢的追回来了。是的，农民数量已经差不多，而且虫族这边三基地在手。对，现在压力很大呀。 F9 他们应该是在选择运营的吧。对，咬成就还在不够，还在不够，这什么意思？不是，他们应该是悄悄补了一波农民，然后又在不够了。他们觉得还要强压，他要把你的四个先知压在家里出不来。又来小狗，我双线节奏很快，在这边又要破口，这边可能又要被破口了。解释完全反应不过来，解释这个 F2 的本性给暴露出来了呀。对，他们其实就是欺负解释的双线不行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主皇又要想没停过来，又杀了17个农民。先其实凤凰可以考虑来驱赶一下那个房子。哦，这边哎呀，这边又要被破口了，这麻烦了，麻烦了，因为解释已经先就没有能量了。对的，先知五个干涸的能量，对，有第六个先知，哎，这个，但是还是在被咬农苗，解释已经反应了，因为家里面又在被咬，对，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水晶就永远好不了，好不了就续不了先知，对，好，这边又来小狗，这怎么办？要被多些穿死，我看农民数量已经反超了，是的，现在解释的建筑学就是做不好，做不好，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压力太大了。啊，总算派出了凤凰来驱赶那个房子。但是你的基地可能要掉啊，这个强药基地直接就掉了。嗯，啊，有没有想强药基地？好像对，这基地的血其实根本不够了，强药基地了可能要。看有没有能量，还有那么多狗，你怎么可能守得住？守不住啊，守不住。啊，这边狗还在穿我二矿，这边农民他要穿过二矿，二矿农民要死光了。对，解释已经完全反应不过来了，正面能量全部消耗殆尽。哇，这一波小狗没办法解决了。是的。40个农民咬死，47、48、50、52打光了，农民神族只有5个农民了，怎么办？对，家里面基地要掉了，二矿也要掉，这个已经没机会了，这个是真的没机会了，只剩下是空中那么多光杆司令摆在那边。我们看到执政官两位选手真的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这个实力太强了。对的，这个双线就是连绵不断，从来没有停过。是，好，这边狗农民全部打光，59个农民，只剩下一个农民了，这个农民出来就死。10分钟之前解决了战斗，断子绝孙，太狠了。这两个已经在庆祝了，吉吉啊，这两个已经在庆祝了。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完全是战术的获胜啊。对，两个人已经把这个整个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解释这一盘真的是被打闷掉了，可能还是解释在多线防守能力方面还是对显得就是有点年轻。对。解释，我看这表情很沉重，我能感受到这种被摁着打死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难受。是的，就因为自身他本来是觉得自己实力应该是要比这个，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是要比这个 YHL 和 F9 要强的，而且整个战术准备他肯定是想过的，我 VS 开已经是最稳的开局了。对的，结果没有想到第一盘被直接双线打死。第二盘由于是两个出生点位的问题，两个这个出生点位的问题，上来就是个大裂，然后 F9 要跟这个 YHL 用的这个战术又是让他一直疲于奔命，双线防守，对吧，上面防下面防，上面防下面防，我们看一度其实是防住了，人口应该是农民领先二十个，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别人一直不停地抓这个续口，一直不停地续口，一直不停地抓这个漏洞，然后抓着抓着所有的农民全部死光，在最后的一刻我觉得他内心是崩溃的。对的，就连50个农民爆掉的时候内心绝对是崩溃的，尤其主基地也爆，二基地，我觉得整场比赛打下来的话 F9 这我们看到线下比赛大家认真准备比赛之后，两位老将今天所发挥出来的这个实力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平时两个人如果在常规赛好好这么打的话，那我们不是就已经夺冠了吗？不是，我们至少可以往前再走两步嘛，对不对？对，这个平时你看他们打执政官打的就像你大家也看过啊，平时线上赛的时候你看到这两个人就随便乱搞，是的，对吧，什么穿蟑螂穿的各种被人打，但是到了线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但今天你这样的话你不得不为逼运也捏把汗，因为对方肯定也是想过了很多执政官的一些战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 SL 联赛上面加入这个执政官模式，包括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当然你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玩家，你可能不是一个选手，但是你也可以在天地上组一下你的这个队友啊，对，你把你的队友叫来，然后你的好朋友叫来，你们组队打执政官，执政官其实也有一个天梯的，现在也可以打到宗师组，对吧，对，你们两个一起打到宗师组挺好玩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们展示了执政官的一个魅力到底有多么的好玩，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个虫族
啊，放到韩国的话应该比 Life 还要强。是的这个川狗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重组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双线。那这样的话，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话，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啊，第二场比赛我们过一会儿回来。